HBL 以及冠军之战，基隆民传国中对上台中育英国中。比赛开始前六分钟，育英国中展开快攻，让民传国中始终落后。观众席上啦啦队阵容庞大，不断替民传国中加油助阵。基隆市长谢国良、教育处代理处长杨桂杰都到场替选手加油。比赛战况激烈，分数始终呈现拉锯战。到了第四节结束，比数63-63平手。延长赛中，双方持续激战，再度以75-75二度平手。整场比赛高潮迭起，让观众情绪沸腾。比赛来到第六节，民传国中逐渐发挥快打优势，将比数逐渐拉大，最终以70-79赢得胜利。球员们兴奋地在场上相拥，把教练抬起来。全程观赛的基隆市长谢国良特别送上加菜金，对于民传国中整体表现相当赞赏，也献上祝福。真的是太热血，我觉得我们民传真的太棒了，我们一定要尽我们最大努力继续支持民传，也感谢教练今天这一场打得太精彩了，我好几次看到教练都好激动哦，真的太棒了，你这个太刺激了，从头到尾我的那个球已经抛出去了，后来又回收，第二次才又抛出去，太棒了太棒了，好险这么多长官来，还有同亲朋好友来，那小朋友没有让大家失望，拿下这一胜，谢谢大家。我们恭喜民传国中获得本届冠军，请掌声。这是民传国中五年来第四次夺冠，教练徐伟胜也获得最佳教练奖，而基隆市长谢国良第一时间也在脸书和市民分享这个好消息。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。